踢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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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去 KTV 必唱的歌曲是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因为这首歌其实陪伴我很多，所以每次唱都很多回忆，然后每次在 KTV 都觉得很抒发很疗愈。那你 KTV 必唱的歌曲又是什么呢？我喜欢点的是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那是因为以前的我比较黑暗一点，但现在好多了啊！谢谢谢谢。我去 KTV 避免吴彦斌的《你要的全拿走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 KTV 可以完整唱完这首歌，不唱错任何一个字。啊，什么都在无言，我们俩不相欠，好不好？你的福利。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，叫《童话》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还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，虽然它听起来很老派，是很有 feel。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。Take me home。到 KTV 的时候都会点一首歌叫《没关系》，因为刚好朋友最近在当反作用大师。痛痛快快给我一枪，我没关系。痛痛快快给我一枪，我没关系。#Hashtag Keep Up， 我们听大的。9月5日 YouTube 见。Keep Up。